潘玮柏历经爆头意外后，31日刚好满100天，他也实现了承诺，重返小巨蛋开演唱会，一刚开场就是劲歌热舞，马上带您看到现场的精彩演出。台北的朋友们 ，Are you ready？在空中亮相，潘帅一开场就是多首快歌，炒热现场气氛。潘玮柏3个月前才因为彩排高空特技发生撞头意外，现在头顶伤疤的发量逐渐长出，造型师帮他换一个新发型，也在这次演唱会中亮相。而好友罗志祥也现身力挺，给潘玮柏一个大惊喜。